等一下。这个是伊莲娜让我给你的。阿星。不用谢，我也就是帮你们传个话而已。谢谢你昨天晚上照顾我这个醉鬼。没事儿，不用谢。星哥，能不能不去啊？你先好好休息吧。说吧，想要怎么合作？急什么？酒都没喝一口，岂不是浪费了这良辰美景？大嫂，你也知道我现在在集团的处境，别卖关子了。大嫂，是不是只有这个样子才能相信？不愧是森哥，聪慧的让人爱不释手。如果我说我想当老大，你会支持我？大嫂，是在开玩笑吗？你觉得呢？峰哥，阿森，这次出货可能会有麻烦，我现在能相信的人只有你了，赶紧过来跟我会合。知道了。那个，坤哥找我有事。去吧。那我先走。老少，
你想干嘛？嫂子一个人在家呢，我森哥呢？他出去了。出去了？他是去找我大嫂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是我想吃甜品了，所以让他去买了。买甜品啊？哎呦，那太好了！ 我们正好5个人，再多点5份。行了，别装了。我大哥不在这几天，天天往我大嫂那儿跑。两个人在屋里能干啥？还用想吗？他哪敢啊！再说了，也不是谁都有胆子动大哥的女人，你说是不是，二少？ 不太行。阿森来了我们这儿以后，我大哥天天骂我，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。既然阿森这么喜欢夺人所爱，那我也要让他尝尝这个滋味。啊！你这样子，阿森会生气的。 阿森，他生气又能怎么样？啊？他，你觉得我怕他吗？你觉得我怕他吗？都拿阿森压我是吧？啊！你别这样，不如我们合作。对，我们合作。 怎么合作？我想明白了。阿森他靠不住，这样，我可以帮你监视他。虽然他现在什么都没告诉我，但是我每天都在他身边。以后我总会知道的。他一有什么情况，我立马告诉你。好。 我就给你个机会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给我提供什么价值。不过呢，你最好别耍我，否则我要你死。 有消息联系我。